一个做一个韭菜丸子，你把洗净的韭菜给它切碎。这和面盆里，里面打了鸡蛋，加点花椒粉，加点十三香，加点盐，用筷子来搅拌均匀。里面加份面粉，先少再加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再加点水，搅成稠黏糊，这都可以。给它团成团子下锅炸，给它团成团子，这都可以。锅里倒点油，油热给它韭菜丸子下锅炸。这韭菜丸子都炸好了。